大家好，我是拉宾浩。那我就直接开，因为我时间有点赶。就拉宾浩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发现，这个社会大家越来越冷漠，并且缺乏了信任感。然后人们可能在自己手机里面的内容胜过你周遭的环境，还有大家不太习惯只用金钱做行善。所以我们要做的方式是呢，我们要做一个日行行善推广，还有个人日记记录的 App 的平台。然后我们解决的方式会有每日以上的推荐给你，会推荐你说今天有哪些可以做，然后我们有交房号召的功能，就团结的力量才比较大，然后就让你可以把你的事情记录下来。那这可以得到哪些好处呢？我们可以除了获得心灵满足、影响力之外，你还可以获得成就感，但更重要，你把这温暖人心的故事可以散播在这个社会上。那我们的适合我们的对象就是有使用者 A， 他可能是16岁到26岁之间的，那他们有心参与，但也许不是到那么有钱，但是他可以帮助周遭环境的，那他的数位住民适合使用我们的 App 这样子。那使用者 B 呢，是属于他会做日行善，但他可能不太喜欢跟人家分享，但最重要的，他会在意自己的快乐程度的人。使用者 C 也适合我们，是属于比较社群的领导人或是企业的领导人，他们有在做这样的号召型。他这样的话也是非常的适合他们的。那我们有做一些相关的分析哦，其实像刚刚在一开始参加焦点的时候看到那前面的影片，那其实那也是一个国际的一个组织在做的，那我也是很喜欢那样的概念，所以我希望把这事情做进来。那网上有非常多的相关其他的 app，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我们跟他们的差别在于我们是把事情记录下来，然后把它的分享出去，他们属于在前面属于教育的部分。那我们最近的我们会接下来做哪些功能？除了有日行一善友善推荐的话，我们还会把一些注重在照片插画的分享、号召的活动。当然，最重要你帮人家做，还有被帮助的求救。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那个正向能量的分析跟记录哦。那我们正向能量分析你自己、你的故事的影响度、你阅读故事的感受，然后你做的事情偏向哪个类别，然后你在哪个地理位置有没有跟那个地方产生更进一步的连结？那我们会做哪些事情？就是我会在12月、1月这两个月会先弄 Android App， 然后跟 iOS App， 那可能最后希望是看明年2月的时候可以问世这样子。那这是后面其他的更进阶的计划。那这是我目前已经有的一些部分，然后我们以后明年看需要有网站的部分。那我这边是可能我自己在算，我可能会需要像这样的成本去做，因为我要起个 startup， 所以要考量到 business model， 还考量到这个成本，所以我自己我都有在近期在考量的，然后再去做一些计算，那跟各位分享这样子。那最重要，我接下来会做的哪三件事情呢？我会在下礼拜会去
或两礼拜内，我要找同理念的插画家跟慈善团体一起来合作。然后我这边自己会先设计蓝图跟雏形。那最重要，我以上这些都还是个验证，因为其实有认识我的，或我刚刚分享过烙饼画，其实我在第一周跟第二周的每个概念不一样，甚至我到今天的这一周，也跟各位讲的，也会越来越准确，但也会越来越多的调整，甚至一个月后你会看到可能还会再调整，那些都是要有预期的。那最后要分享的是 ，Everyone can do good every day through simple action。那我会这么 rush， 因为我现在等一下用三分钟来介绍我要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各位有没有参与过群众募资？我今天想要发起一个群众募资。但是我的募资，我等一下概念会跟各位讲一下，我等一下把这个发下去，三样东西在 pass 的时候，就是里面可以拿一张名片，然后这张是那个你的名片在那边写，然后里面会有分 A、B、C 的方案。然后我赶快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笔记本，因为我觉得我如果用 A4 纸的话，可能那个最后没办法了。这是我自己在创业的笔记，所以我觉得大家写下去可以，所以写你想要帮忙我哪一块，你要写一个给祝福加油的话，用这一本，我觉得我会一直用它，它是 Evernote 笔记本。然后里面有分 A、B、C 的方案，那我自己定的价钱，因为群众募资嘛，你可能会有25块，你可以得到什么？100块，你可以得到什么？所以我上面写得很清楚，所以你那过程你可以写你的名字、你的 email， 然后你支持的哪个方案，然后心目中多少钱？你不用先给我钱，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出来交朋友，所以以后明年、后年再说都可以。最主要是这个先完成。然后 A 你可以得到什么？20块，你可以支援我们，然后你可以收到我最新的发展，我会在把烙饼画做的过程会让你知道限量电子报。然后100块以上第一方案，你可以除了以上这些东西之外，我会把你名字放在我 App 完成后的感谢名单里面，类似焦点的谁谁谁这样子。然后 C 的方案，如果你给200块以上，包含以上所有东西，然后你可以得到一个月的刚刚我介绍付费会员的那个个人正向能量的分析记录。那我就从它 pass 下去，那我。就你们就 pass， 然后我可能就最后结尾的时候再把这东西收回来，然后就是，谢谢大家，我要谢谢焦点，然后也认识很多朋友，然后我觉得这个 journey 不好走，那每个阶段也都会有不同人 support 我，那我觉得就让我们一起把这力量传递下去，谢谢大家。谢谢200块。对，我先声明，我不想破坏焦点的未来的方向，因为我是。我很诅咒，所以今天你们不要拿钱，因为我或者说放钱到哪里，因为我不想知道那个破坏的规则的人，但我希望发起一种群众募资，交易我们都撕下来，所以你只要写下来，那交易你要给我的钱什么，那明年再说就可以了。谢谢大家。